请听题，请问成语蓬荜生辉中的蓬代表着什么？红色用草编的门，蓝色用金条竹木编的篱笆，黄色用稻草盖的屋顶。绝对是红色，这个我学过，因为我是小学霸。公园真的呀，好厉害！这要我选的话，肯定是用稻草盖的屋顶。这你看，这跟屋顶一样高了。这下面最少有六七米了。你要不你踩我过去，踩我从我背上借个力，然后呢，冲过去，冲！我给你来一脚，给你搂一脚，行不行？啊！不，你要想着这个节目楠楠在看呢，你要是过不去的话，我死，对不对？楠楠是吧？对。啊，过不去啊，多怂啊！有人想这个过去，那个下去怎么办？直接跳，不要犹豫。这个节目楠楠在看，你要是过不去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就只有直接荡过去，好像我的妈，那么远，要用力踢一下，蹬一下墙壁，把自己荡起来。我害怕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啊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那怎么过去？我在想。哦，这袜子好滑。哎，我也好怕。真的，千玺没想到是，因为他完全突破了，对啊，就像运动过了极限一样。好重，这个我爬上来，握我的手，好重啊！我怎么这么重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那怎么好远？但都有人荡过去了，试一试，荡过去，没事了。当时为什么这样就算了？时间还剩三十秒，第四十阶将会收起。啊，那我这边就收起来了，那块钱。搞不赢他要收了，他的时间要收了。我下去，你一定要过来救我。你过不去，我再荡过去，再荡下去。哇！没时间了，来吧，荡吧，加油！时间还剩十秒。喂，等一下，我要跳过去了。